真佛宗美国西雅图雷藏寺请法仪式开始。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护法诸尊。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于丁酉年秋季大法会首传红度母不共大法。悲智双运菩萨行，观音示现诸有情，善缘增长福慧灵，怀爱度母训奋集，法鼓响彻天际，红开密藏法印。弟子众等一心祈请根本上师莲生法王慈悲传授红度母修持奥义，祈愿我等众生莲华花开，怀爱照五蕴，光明齐聚，三界遍有情，破除无明得无上智慧海。愿此红度母不共大法殊胜功德，令听闻者菩提无碍，令受观者心中莲开，令修持者光明自显，期盼法法相传，利乐有情，甘露遍洒，普利名扬，心灯永续，福慧光明。现在请西雅图雷藏寺释莲旺上师代表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对根本传承上师最崇高之敬意。敬献传法祖尊红度母，祈请圣尊传承大加持，红度母神威加护，法会吉祥圆满。敬献纯金牌的红色念珠，代表恒常不断的意念根本上师本尊护法，师佛佛体安康，常住世间，长寿自在，永转法轮。敬献红度母成就法本，代表传承大加持力，守护真佛弟子道心坚固，生生世世永随师佛的脚步走。西雅图雷藏寺丁酉年秋季大法会红度母不共大法请法仪式。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护法诸尊。平等一起手，请法仪式吉祥圆满。